江直树。我袁湘琴决定摆脱你这个渣男。为什么每一张都这么帅？像直树这种等级的学霸男神，平时真的很难见他一面。还有什么是直树你不会的呢？我娶你啊！湘琴啊，你勇敢、善良、饭量又大。你真的很好哎。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只要有信念，一定会成功。A 班跟 F 班不过就是插在成绩榜单上的距离，我就要跟你出现在同一张纸上。像45路，不就是学位证书了吗？45路不是这样用。像江直树那种脑袋正常运作的男人，用什么理由不看上校花撒会，不看上你的呢？总有一天会的。你喜欢的人，也喜欢你的几率有多少？袁湘琴，你好像真的是我人生的偏差值。I miss you, 你慢慢的靠近。我承认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直树的未来就交给我来守护吧。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。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。受人敬仰，但是只要我们努力，不管多微小的力量，也能改变自己的历史。